就是可能会比较，比较说像天花板，天花板就是全部都是白色的，然后可能看球打上去，球可能在跟台北巨蛋的视野不太一样，因为台北巨蛋上面是全部都黑色，它真的是白色，然后还有搭配一点外面的天气，对吧？那他说他那杰先有讲说他会透光进来，他说可能中午天比较亮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好看。也比较难看呐、啊，比较亮的话比较难看，因为都是白色。还有他们后面那个一整个板那个什么，那是什么液晶板那个电视，像液晶电视改过的荧幕。对啊，看起来很近啊，就不像大巨蛋是这样一直往后延伸过去。那刚刚有特别针对高飞球做练习吗？有吗？有啊有啊，就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适应上面的课题要去适应，因为出来是角有些角度出来是真的很白，会跟着天花板一起不见这样子。你之前说看国际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印象哪一个神败在这个球场打全垒打？你最有印象？全垒打？有打全垒打过？很多很多哎。什么从东京打到北京吗？什么？对，那个也有，那个也有。亚洲之王大赛。对啊，还有。还有我们总教练。你有看过龙猫总教练打的全垒打吗？哦，我看到最近好像网友有人翻出来打那个火腿队，打火腿队全垒打。可是我的印，因为那可能我还太小，可能还没看棒球。只是我的印象都是停在经典赛，在这边。差一颗出局数就可以赢球了。还有学长思琪在这边打选超前，那选超前卖最便宜，然后也有打两分打点，很多、啊。